我去买一只菜，叫伊揢衫去洗，竟然把衫拿放伫遮，家己煞困去。宝宝去哪都不说，宝宝不要走。江小俊，你刚刚跟我清楚哦，你拄只叫什么宝宝哈？宝宝是啥？竟然连做兵妈时阵，可以画宝宝？宝宝啦，老婆的宝宝，宝宝那是啥？喂，宝宝就是你啊，对不？宝宝。都不叫过我宝宝，你讲啊，你是不是真正伫咧外口有小三啊？无啦，那有啥物小三？这是最近哦上流行的网络用语啊。你听下讲，宝宝心里苦，但是宝宝不能说，要不如你算是宝宝了。我电脑看伤济啦，就所以还明仔讲出来。上好是安尼啦，我警告你哦，你搞较安分的哦，莫想要乌白来。啊，那无，昨天给你看，今天上海去洗啦。那天寒冰的时阵，拢在画宝宝，一定是替李佳明找小妹，压力伤大。这若无该卡油，我来算会好。啊！要叫我甲真心社做陈小妹啊！啊，你那联络好，我才来找伊啊。先讲李少爷，你应该给我收回嘛，回淡薄好啊。好，我即马就来去吼。老婆，出去去，谁等来？拄则敢若有听到蒋永军在讲电话，啊，那讲无两句，就叫你着紧要出门。蒋永军，你若是去我抓到你饲小三哦，你的下场绝对会比落地啊，搁较凄惨。这是我名片。我那个江宝林哦，那家都好。什么宝？江宝林的端午节宝啊，那个宝宝对不？这摆上盖流行啊，网络用语就是宝宝心里苦，但是宝宝不说。咱这摆要合作，你别当什么代志拢不说呢。卖再来讲生气啦。哎呦，那安尼啦。我看看这链接呢。哟。我来要创啥？你妈让警察叫我，你做下了？拄到伫个厝内底时阵，我就看你鬼鬼祟祟，一接到电话就先走出去。你讲你今嘛是哪有解释？讲啊！人江小姐是真心说，阮两个合作要找人，你卖乱哦。江小姐，歹势，我跟莫小姐解释一下，咱等下联络，好。好。哎。你找真汽车人要创啥哈？你刚刚写行车啊？看来我不该是为你。你嘛知影，这李佳明的身份哦，根本不是你家的人。啊，结果嘞，这样代志李佳宝知影，所以李佳明上纲要甲李佳宝关起来，李佳宝在逃走，所以有着李佳明，我死给你找水李佳宝，安尼有了解无？蓝天上吞一滴泪，无怨当初。你嘛
嘛知影，这李佳明的身份哦，根本唔是你家的人。啊，结果咧，这样代志让李佳宝知影，所以李佳明上干上干要把李佳宝关起来，李佳宝要逃走出去，所以有着李佳明，我死去咧找找李佳宝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所以你讲的那个宝宝是李佳宝哦？想袂到，这李家的故事阁真精彩呢。李佳明这个假王子，一知影家己的身世了哦，把李家安尼捕到龙家煞体，讲实在，嘛足凶的。即摆了解哦，卖阁误会我。所以为着伊的代志，我死命咧走动，就是为着找出李佳宝。我即摆甲你讲哦，以后袂当阁误会我。哎呦，啊你一开始甲我讲个清楚，你就唔免遮尔啊无用啊。啊，你是袂记啊？你水无金头脑啊？餐厨哦，拄着这种呛死，一定爱主动出击。我感觉咱今妈应该哦，爱安怎做才无？来了，老婆，我知你有金头脑，不过这时阵你卖乱出主意，李三明今妈被我凶了，应该。啊，所以哦，我刚刚找到李家宝，赶紧交给伊就好啊，卖咧上纲上方啦，因为我惊哦。你搞啥啦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替李佳明做这样代志，啊是当赚偌济啊？啊到底要赚到当时，咱才会当好伊啊？刚刚你希望咱一世人拢做打工仔哦？老公，爱拼才会赢，都爱拼才唔得会当赚大钱。我咧讲看卖，你即摆头壳咧想啥？有啥办法？你即摆。先听李佳明的意思去做，先把李佳宝找出来。啊，不过找到了哦，袂当家交东西给李佳明哦。咱只要有李佳宝这张王牌在手的，找李佳明啊，搁李佳亮，伊就爱听咱的。咱家找李佳宝，先嘛在咱的手头，等于是控制伊两个啊。照你的意思就是。只要李家宝在咱这边，咱就会当对李家明、李家人迄对兄弟连话拍起。无唔对，哎呦，你的头壳有较清醒啊！总算恢复到原本的水准啦。老公，咱若是要先翻身哦，得靠一届啊呢。安怎？你拼我？拼！外公，照你意思，因为宝宝在手，希望就。你嘛，较拜托个，你走倒去啦，一声也无看迄人。我咧车顶等就要困去。无啊，我拄则落去买物件，啊，这嘛会当念，哪会遮啰嗦啊？遮山顶个，你个十块店当作百货公司哦。啊，十块店是偌大，能坐偌久？我哪有坐啊？你真正当作我足闲个呢？我拄则是去捡卢林个尿布，还佮有奶头，互你骂呢。拢唔知你即个做爸爸是安怎做个啦？啥物代志拢无咧管？你是想讲迄尿布甲奶粉，唔免买唔免惊，家己在对天顶人外心。还是啦，啊你拄好无讲要加尿布甲奶粉的。这种代志到需要我讲哈？你今天啥物拢无咧管的哈？讲到这哦，我有几百都会哦。哦，是不是啊？啊就最近哦，为着李佳明的代志啊，我以前我边我淡薄仔钱，我规心思拢放伫遐，所以我较无耐心。无耐心，慢慢找我出去啦。好啦，咱即马有先来山顶门看卖哦，到山顶的人敢有看到迄宝儿？在想袂开。在边度啦？遐啦。你不要看到遐有人哦，我要去问伊啦。海生，请问一下，你敢有看过相片顶面这查某囡仔？无咧，咱就讲无啊，走。等一下啦，你看起来
来新婚地位敢那袂歹呢？你应该不是在地，安那会来这种所在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来山顶度假。度假哦？哦，我哟，你应该伫这附近有一间别庄哦。嘛唔是啥物别庄啊，就是一间小农舍。哎呦，这样你要客气着，迄只嘛农舍哦，拢一间哦，起到比一间较水呢。很不简单呢，啊！看你这么少年，都有家己的白种啊！啊，你是在做啥呀？才好赚钱啊！那有啦，我门刷袂惊。哎，很帅呢。是倒位咧帅？我都无看。你是目睭看通哦？参像你拄则迄班的啊，根本就当直接参加做艺人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在开经纪公司，啊，开去啦，我去做经纪人。可是哦，伊那是红起来，哪安尼啊，我都发财啊！哎，你嘛想下嘛，你平常时伫咧厝内追剧哦，我袂插你。即卖人外口看到小鲜肉，嘛无要帮伊耍。啊，想要外口味哦，你伫我面头前讲大查甫帅，那无做我当做你老公呀。哎呦，你的反应敢会伤大啦？我咧讲生笑的啦。你这款就是敢会讲生笑的。好啦好啦，莫生气啦，行啦，赶紧找人啦。啊，我伫这附近哦，去一家洗手间的啦吼。出来了，辛苦你。你今嘛无你的消息，一定真烦恼。可是走去倒哈？我来一万里尔，人都无去啊！无彩啦，拄只我拢无甲伊讨着电话。这个人讲哦，无缘啊！小帅哥，啊，你哪会对金少出来啊？哎，你是安怎啊？无代志啦，我只是小可感冒。嘿，你想讲小可感冒就无安怎呢？你那是爱注意的，啊，若无，迄小病若是变作大病，我就害啊！我知影啦，感谢你。啊，你不是讲你是来遮度假？啊，既然小可感冒，应该爱去山脚的大病院看病才对。啊，哪会走来这种诊所看？迄看起来两公两公呢？内底医生安怎？我替你去看一下伊的医生哈。小姐，多谢你的关心啦，我真正无代志。既然你人这么好，那无请你啉饮料。假死的哦？当然是假死的啊！唔知影，我感谢荣幸。啊，既然你拢开嘴讲哈，我嘛歹势跟你拒绝啦。好啊，那咧咱凊彩啉一下饮料的，是讲要去你的别墅啉哦。啊，咱才头一届见面尔，你着招我去恁家，安尼凶我会足歹势呢。不是啦，我是讲隔壁冰果店。啊？冰果店哦。咱这边行。喂？台子那边啥呢？我是问你，太谢了。我刚从有要紧的代志等你处理，阿爸有事再去请你。哎，站起来，小帅哥，你别玩你的电话呢。哎呀，真正有够可惜的，竟然无摕到小帅哥的电话。
当去问诊所的人，无得卡会当透过伊的电话哦。好，石学长，请问一下哦，今仔刚有一位小帅哥来你家看病啊？啊，伊差不多生了接管啦，啊，手阁有挂一个名牌手表啊，啊，生了缘投缘投啦。请问你要创啥？哦，无啊，我就想讲，想要甲伊做一下朋友啦。啊，平常时来恁家看病，应该拢是阿公啊，无是阿妈啦。你应该对这个小帅哥有印象对无？歹势啦，我袂当小老板人的个人资料。好处就这样。哎呦，歹势啦，只有问一个嘛，参详一个啊。喂，老公。无啦，我得来诊所借一下洗手间的啦，我等下回去啊。嗯，拜拜。无闲啊，我看我先去上洗手间好了。应该是我了。哎，谁啊？去个洗手间。李家宝，男人想吞一滴泪，无怨冬寒的等海空，爱用尽心灵等，不管自己归秋冬。太岁啊，记得洗手间。小鲜肉却捡到一个李家宝，我杜伟伟运气可袂歹嘛，看起来这届哦，我真正要还心啊嘞！哎，什么叫洗手间叫人来北方去？洗手间你倒来我去。嗯？李家宝？嗯？你来李家？洗手间，竟然刚捡到宝，这一定是天公伯啊巧妙的安排。老公，我感觉咱要行好运啊呢，归去啊，咱伫这山区啊买一间别庄，当作是纪念，这哦真正是咱发财好所在哦。天才天才，可能要买几间，你就买几间。哦，这李家宝理财成功真值钱呢。嗯，打电话李佳明，快别出话阵。哎呀，等，你是卖跟李佳明联络？我有招啦。你有什么招？李佳明今仔唔是要结婚，我想要利用伊的婚礼，予遐个人客哦看一出好戏。而且我甲保证，比迄落十八层地啊，更加精彩。比落十八层地啊，更加精彩。那恁唔是天堂路 ？No。是富贵路。哦，这个听你，毕竟只有杜伟伟会当超越杜伟伟，那要突破十八层地界，这个看你。怎样就好。别嘞，咱紧甲包找找。哦，哎，看起来身上那遮重啊！赶紧，去坐轮椅啦。是个体户啦，啊，阮甲恁二兄搁有做啥事哦？迄一点仔无联络无，你莫误会哦，你莫误会啊！我真是高兴诶！好啦，宝，你莫做遐激动，安尼对你的身体无好啊！阮真正无要对你安怎呢？想要什么病啊？过来啊！过来啊！
欢迎今仔日来参加这无什么人婚礼，诶，代表各位拢是贵宾啊。即马上届浪漫的时阵就要来，这对新人诶，新郎真正很巧，新娘真正水，而且因阁是光辉集团大股东，也阁有董事长，伫事业顶面算讲真有成就诶。这样那是俊男美女，也当讲是旗鼓相当。这对家伙，也当讲是天造一对，地设一双。相信大家拢做欣羡，伊是人生胜利组。啊，不过唔免想过欣羡，今日大家会来参加这场婚礼，就表示讲你嘛是人生胜利组。走来，咱就来欢迎胜利组中的胜利组，新郎甲新娘入场。因就是好运啊！各位，我非常欢喜，我今仔日能娶到圆圆，这么善良，搁这么水的，查某囡仔做我太太。因为阮有同款的背景，也同款的兴趣，所以阮都是三时阵，阮有真侪，有真侪话当讲啊。咱人生上难得，就想找到有志同道合的另外一半。所以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一定好好珍惜。我哪感觉这李佳敏跟周小青应该志同道合吧？亲情就安尼离婚哦，讲实在有够可惜的。啊，那无因一定是一对哦，天造地设，鸳鸯大道。我看上古卖志同道合，我的变作我俩没有明天呢。做回亡命天涯。啊，拄啊，新郎所讲的非常的使人感动。啊，不过新郎哦，佫有一项非常重要物件要宣布。啊，虽然今日哦，新娘真正水啦，啊，不过莫佮咱看新娘哦，新郎讲话嘛是爱听，好。各位，即马光辉集团已经改变经营模式啊，伫未来日子内面。在我跟圆圆，阮的带领之下，阮会将公司朝向国际化、佮多元化经营。为即马开始，光辉集团会正式改名，会叫做焦点集团。什么焦点集团？我看你是烧焦集团的对吧？光辉集团的创办人是李光辉先生，你想要改名，敢有经过伊？是袂到讲啊，咱今日个蔡长董，也佮有李议长，拢来到现场啊，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因，好不？欢迎。今日会当邀请了蔡长董，也佮有李议长，真正是我荣幸，我非常欢喜。来，谢谢啦。欢迎。我们是来吃你的喜酒，吴小姐，是的，你人生上重要的这天，我煞来破坏气氛。啊，不过恁恁结婚之前上好一寡代志，你要了解。李议长，你对我任何部分的所在，在拢私底下讨论，敢有必要直接提出来讲，互大家看笑话啊？啊？笑话？你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笑话，要惊人讲了。周生，光辉集团的名，敢是你化解就改？正常人咧改公司的名，是因为公司内部有问题，咧想要逃漏税，惊人去查，唔才会改名。你敢不知啊？你咧凊彩改公司的名，一拍歹就公司的名声咧。李长。想袂到多久，你们这么关心企业的缴税状况呢？真正是忧国忧民啊！
也毋过我想要公司改名，只是要改变公司的形象尔。我并无做任何犯法的代志啊。假使讲我若是有，会当请你用公权力去调查。我只有任何不法，欢迎你检举我。改变公司的形象，敢是你一个人讲改就改啊？公司的股东呢？公司的董事呢？应该不同意啊？这一切一切拢有留程伫个呢？好啊，若要照留程嘛是一样的。我是公司的大股东，若是要投票，我是挂半数啊。我相信讲袂因我改名，都有任何人想要来告我。你唔通袂记，我手头够有股份，我一定会反对到底。反对啊，本来就是你的自由啊。欠哥主要是我真无想要跟你讨论这件代志。今仔个是我的婚礼呢，拜托你表现一寡你的风度，好无？好，先卖讲公会集团要改名还是不爱改名？我问你，你对我意图谋杀，你有啥物解释？什么意图谋杀？我完全听无你的讲啥。听无，就是你要下毒害我。而且面对因妈下毒，安尼啦。蔡长董，什么又对你意图谋杀？我看你是有被害妄想症的。你应该去病院哦，做一下精神鉴定的。因为根本都不是。好啦，我要凊彩甲你讲一件。之前迄毒奶粉事件，李佳明不是甲你讲是我做的？敢不是哦？冤枉啊，大林，根本就不是我，是李佳明甲去做的。男人相吞一滴。对方的声纹呢，得让做任何的变造啊！你要讲给你下毒，立马都要较好的证据啊！就参照病院检验报告，你敢有病院检验报告啊？无嘛，不要紧，咱沈院长在现场啊，等下请沈院长等去公卫病院，将蔡唐董伊的资料调出来，卡顺啊，就任何相关的资料。沈院长，麻烦你替蔡长董，我欢迎你来告我。佳明，
你即摆讲这种话，就代表讲你已经甲政府毁掉啊！且你嘛解过病例啊，讲得对吧？你真奇怪，你敢要我替你找证据？佮讲即摆我已经消灭证据啊！所以讲来讲去，你根本都无任何证据嘛！你今到底在创啥？你想做点啥？是不是会当准备较充分一点嘛，才阁来啊？各位贵宾，歹势啦！啊，人咧讲哦，歹年当搞笑人，啊，今仔现场哦，阁害两位啦！啊，恁的动作是咧娱乐大家，千万哦，卖甲因不需要讲的话动作一回事哦。啊，然后呢，咱先请新郎新娘哦，先落去缀一下囝的啦。啊，恁会当准备食一寡物件，等一下形象精彩的表演哦。对革命宽容，却变成伊即马对付咱的武器，真是足幼稚。好啦，阿姨，你讲过了，那你帮我找辛苦啊。来，蔡昌龙，请您接受阮电视台采访。是安怎啊？你今日无坐主导，李龙先生嘛无到会场咧。歹势，我无啥好讲啊。所以负负得正，这答案就是有黑道。我嘛是安尼认为呢，因为这个李佳明哦，真正跟伊较早完全都无共款啊。啊，不过伊偏偏哦，跟他歹一半，啊又搁无够凶，啊毒嘛毒会死人。讲实在啊，我真正哦替伊足烦恼的。什么话呀？我感觉愈烦恼的是，你有感觉你是不是有特意讲的呢？你之前连蔡清家做老爸，啊，尾啊蔡清家来去关，啊，你替王美芝主持婚礼，王美芝嘛来去关，你这个甲李佳明的，原本李佳明你还关咩啊？你想想，你是要创啥哈？那是要叫王美去关啊？头前也是你啦。那对哦。你这特意讲明白，你甲水云哦过有别人，咱家己哦拢无问题。你敢有看过毒蛇甲家己毒死的哈？好啦，莫阁讲这种无营养的话啊啦。是讲哦，看这个办事，这李佳明哦，差不多要倒啊。进来啦，咱来赶紧想办法脱身嘞。放心啦，咱两个有恨意思对不？咱这么进行哦，配比宝宝行动。嗯。啊，你稍微看一下吼。大姐，小王，你要创啊？请你把面具拔来。我是要来替恁党的李佳明先生哦主持婚礼啦。啊，那因三个是等一下婚礼顶面要表演的人啦。啊，我拢是来替李党庆祝的。李党的办婚礼，出席的人拢爱检查，请恁配合。啊。再把面具拔来，检查。今日的婚礼真紧就要开始啊！各位贵宾请坐，等一下，阮来准备看精彩节目甲表演，各位一定看甲真欢喜，请耐心等待。你敢有听到迄内底主持人的声？迄是阮翁啊！啊哦，我想大家即马拢在等阮人嘞。啊，你讲你无爱让阮入去，无啊，不要紧啊。若是囡仔因为你哦耽误着这婚礼，时间这责任可能爱由你来负责啊。请。多谢。妈，新郎新娘。
神龙新娘要跟大家同乐的时间，那要参加的人哦，站头前，我要参加，请那边看好咧。麻烦大家。一个游戏叫做“真爱比大小”，嘉欣龙来丢一张牌。袂当偷看啦。嘉梦欣龙，你认为你抽的这张牌是比这个纸牌人大还是小？卡苏，你若是摇到啊，你就当得到礼物送给新娘哦。应该是水啦。新郎，你敢会想过谦虚啊？我相信你对新娘爱一定超大哦。我这边和你骗去嘞，我对新娘的爱当然是真的啊。所以我讲实。这天气耶，好了，咱来看新郎抽到的是，噔噔，爱心六，比咱的纸牌人更卡实，恭喜新郎答对了，会当得到纸牌人的礼物。啊，这样叫做树葡萄，有个叫做嘉宝果。听讲哦，新郎上疼惜的小妹李家宝今天无来现场，所以阮专工哦准备这家宝果，和新郎甲新娘吃，也表示对小妹思念啦。佳佳，快第一关啦，走嘞，咱们进第二关。哦，阿恁这边这场这尔闹热哦，开始咧耍游戏啊！阮是不是会当乖呢？到闹热一个。啊，欢迎欢迎欢迎副议长大驾光临，是阮荣幸。啊，即马邀请副议长，还佫有新的副议长夫人，向这对新人讲几句祝贺话，来。亲爱的贵宾啊，俺大家拢知影啦吼，过去我甲李家确实有淡薄仔冲突，但是这拢是伫个生理上，伫个事业上，私底下阮无任何恩怨。尤其在我个人来讲，我真正真欣赏这李家明先生，因为啊，伊知影奋发图强这款的精神，今仔日真欢喜啦，也当娶到这么水的新娘。那我大家嘛应该替伊欢喜啦吼，而且我希望啊，在伊的带领之下，这焦点集团呐会当愈来愈好，会当越来越风风火火，会当变成全世界的焦点。各位，我之前捌做过这么的牌手，啊，不过相爱容易相处。所以经过一段时间，阮发现阮的个性无法度改变了。即卖我嘛真欢喜，伊会当找到佫较适合伊的另外一半，所以我伫遮真心祝福伊，会当久久长长，百年好合。多谢。多谢恁啊！多谢恁过来甲阮祝福，我非常感谢。阿公在这，我祝福小金，你甲副议长会当白头偕老。我相信副议长有你的指引，将来伊要选市长，一定要当选。死到，你就是市长夫人啊！多谢你当的你的金口，所以啊，咱大家都爱互相打拼，互相来加油啊！好，大家啊，一定爱幸福美满。更不在
顺利啊。您到底是安怎？拄只我说明说了无搞信嘛？哎，当初我真爱来啊，啊，毋是人报案，哎，行出行得真忝呢。吴佳敏，你敢知影头拄仔阮在外面拄到啥？你走起，就家己来放盘。即摆是安怎？拄则讲我下毒，将人害死啊！即摆呢，派人放我也是嘛，啊？差不多啊啦！你若是继续甲朱宝如我无做小心工作会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做出天人共会的代志。恁到底是咧讲啥？请恁把话讲我直接的，我听人拢无呢。亚明。我叫剪掉，然后改通灵剪掉。我怀疑最近精密几个可疑人物通话，那烧化地点没刷空。我告目击的困扰，你跟你大妈都保了脆你的收藏，你不要担心。男人想吞一滴泪，无愿当作的假。开车到。李佳敏，我叫剪掉，然后改通灵剪掉。我怀疑最近精密几个可疑人物通话。那烧化地点没刷空，我告目击的困扰，你跟你大妈都保了脆你的收藏，你不要担心。大妈跟保了想做底，我根本都拢唔知呀。李青，这跟我童年记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搁想要地青？你讲大妈登去后头厝，讲宝宝出国做义工，拢是骗我呢？你早就应该两个人拢乖起来，限制伊的行动，你就是惊伊会倒来，甲你所做代志拢揭露出来。现在事情已经掉空了，警方也都已经知道，你最好赶紧认罪，可以减轻你的罪。真的没人我都怕。哎，差不多我能表演了。我根本就没需要将人关起来。再说，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身世，我更加没必要这样做。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你的身世，所以你不知道要这样做。伤害我妈个宝宝，无你知不知影？我就是要怕你。只骂我怕你，阿姨绝对袂讲话。难道我要对不起宝宝，对不起咱你个？别怕啦！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有啥物话好好啊讲嘛，敢着安尼起脚动手？一定啊！你即马安尼做，真正是有损咱议会的形象。最近流行宝宝，咱来听看未？宝宝有什么话通讲？宝宝心里有苦，但是宝宝不说。宝宝不说。嗯。不过今麦袂当讲宝宝，才是台湾正常来讲，拢讲恁祖嘛，恁祖妈有什么话经讲？啊，恁祖妈我不要讲啊，我大妈讲啊。咱都好家在大妈，阿哥宝宝都无代志，啊，若无你是要对起你家己的良心哈？
那我硬拗啊。阿伯，你真正甲恁大妈甲爸回去啊？你莫听别人讲啦，伊是头过无老话的。让你笑过，那我是因为我想疼惜你，想给信任你，你伤害所有爱你的人，你都跟我真欢喜哦。哥，你卖个骗啊！大家让你骗，是因为相信你。啊，不过，把你当作是情人，你说暗中在伤害我，你哪会当安尼啊？你真正够卑鄙，就让人切心的呢。好啊，我无伤害你啊。伤害我，安尼搁扣一百倍。你唔知啊，周小金心肝老毒，以后来搁搞创造，也没偷我的命，这个是你带的。他早起来就牛啊，保护我，哎呀兄，到底是去谁啊啦？小明。恁大妈甲爸拢讲到安尼啊？你讲你无做，我唔信啊！圆圆，请你相信我，你咪相信伊讲的话啦。圆圆，卖互你家的人骗去啊！你家的人为着要救这么难看。为着背后工会集团的位，交予李家亮，什么代志伊拢做会出来？因为伊做我的录音，就准度数，就算讲今嘛，伊做通联记录，有甚不赢？搁再讲啊，吴信义是蔡雪娇的亲戚，就算讲伊替伊阿哥伪造姓，这嘛不是好奇怪？是啦，你也小心头脑，我清楚啦。之前哦，蔡雪娇。就叫吴心怡此案，玩弄特权。今麦李家亮这条余地话呢，我李家的人哦来玩弄司法，专门陷害人啊。今麦要陷害我甲小金啊。你大家啊，我这款的人来做咱的余地，专门陷害人。我这款的人来做咱的民意代表，你敢对？一定会成立。哎，妈你管我呢，你好好老实武功哦，赶快日行一善，而且助人为快乐之本啊！啊，我看到有人有危险，我当然爱去救伊啊！老婆，你好棒棒哎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你给我救的李家大妈。我在想啊，这可能是我这世人唯一做过好代志。希望提供别人一无挂点。杜维维，你死了别讲啥？哪呢啦？我某才无别讲，咱若讲到我哦，我忍辱负重埋伏在你身躯边，我卧薪尝胆，舍身取义，就是为着要救。老公，我相信你已经尽你的全力啦，提供别人一无目睭啦，你会看到的。嘉平，你即马讲有啥物话头我讲？贾永俊啊，伊是欺骗周围啦，伊讲话敢会听的哈？就是啊，伊两个人是习惯我大兵，墙头草，风吹两面倒。伊讲的话哪会当相信？蔡雪娇，我看你是无招啊啦，回去啊，你就要直接去求神拜佛，确实。
墙头草又搁安怎哈？至少阮即马已经哦弃暗投明啊，搁想要硬拗，赌性真正有够坚强的。是讲这李佳明、周小姐，恁两个斗个食肉呢？哦，这样要默契，我看恁是不是要考虑重新合伙？是讲袂用的啦。哎呦，这主播如果是娶无某，伊去杀掉我是要安怎？我有病啊！我这就搞圆圆啊，换身换身才袂让看清。蒋永俊，你讲啥？你要这属相啊？你给我讲清楚！你给我讲清楚！李佳明，阮警方已受你妨碍人家李家摆布的，指控你妨碍自由、蓄意杀人，搞定一种。吴信义，你好像就无把李佳明娶走，你怎？李佳明查找会用的，相关的证书准备好就讲。你这廖总讲，我无法度驾驶你啊！你驾驶我，我提出证据出来啊！证据，我妈个宝宝就上好人证啊！我相信，法律会制裁你，啊，不过今嘛，我必以大兄的身份来驾驶你，你看我。你干嘛不拦我？你敢无证据？讲法律令啊，唔是你要安怎就安怎，一切拢照程序来行。若是无证据，马上逃走，我告婚礼完成的。不过我相信啊，今仔这个婚礼绝对办得成的。你欺骗我大家，欺骗你的太太，你继续认命啊！是的啦。妈安尼讲啦，这不是你的不对啦，你不需要替佳明打这个证。你人带出去，卖收也摆啦，我要证明技术拢有。这囡仔个你是你来行啦，爱面子就给行出去，我叫人来一点，你是做歹看。对啊，对啊。是你家的人唔对外，才会听故意讲遐重伤佳明，迄根本就是无影的代志。我甲学长会当向大家挂保证，佳明绝对无可能做出这种代志。啊，若无警方是安怎，我都提出证据，大家讲对吧？啊，就是讲，假使若真正参像您所讲的啦，安尼算是情节重大呢。我是那话讲到一半，怎消风去？这表示讲，因就是来乱的嘛。大家啊，唔通受到因的影响啊。尤其是新娘高小姐，你虽着要变李佳明的太太啊，你更加应该相信你的翁婿。来，你直接甲大家讲一下，你是唔是有相信你的翁婿？我相信。安尼真正真好。咱大家就祝贺因永浴爱河，百年好合，好不？是啊，我嘛相信新郎新娘一定会当走过风风雨雨，恭喜嘞！演员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正无做遐歹代志，我是对你好心。我嘛希望咱真正是努力的。那是个。哎，李嘉明才看好着，高制作竟然相信你，真正是爱情是盲目的。送过去，长虹小戴哥，我先过去。我送你啦，为了我只是来支援的。我怕这个办事，我李丹高应该是被招待啊，回去来等了。
我人无代志就好啊，莫去讲啊啦。啊，正好嘞。啊，今日伊哪无甲你斗阵来？妈才拄平安回来尔，我是想莫甲讲。啊，若无伊加烦恼个，好啊。好啦，啊，正好到伊妈吼，讲出来有一挂代志，处理煞就回来。宝宝，这个真啊辛苦你安尼，啊就赶紧敲一下电话吼，甲上面报平安。你烦恼到啊？我知影啦，嘉恩哥哥，妈，这届我真正足惊的，啊，不过我知影有足侪人在关心我的，而且你一点点带我回来，所以我就甲家己讲，一定要坚强，爱勇敢。爸爸嘞，是嘛开始嘞？差一点仔，因为我的关系，都害死我的亲生查某囝。我把这里平安无代志。是讲，妈，阿姨，这届啊，咱真正感谢的人啊，是表姐夫啦，是伊在乎暗中的调查，唔只好都把恁两个救出来。一定啊！其实认真讲起来，这届阮阿婆功劳嘛不哩遐大呢。看恁即摆一家团圆哦，实在使人感动啊！阮都徛伫边哦，哦感受到遐快乐的气氛哦，我嘛带来快乐起来呢。这届真正感谢恁阿婆，多谢。贾永俊，你搁敢讲哦？你配合阮哥甲我关起来，搁甲我破链抢走摕去卖，我拢阿袂跟你算账嘞。有这个代志？误会！不是，那是恁小弟的李佳明。你那个那宝宝关起，我惊伊兄妹毙命啊！所以哦，我总共讲哦，我要照顾伊，我来等待一个机会，我来等待一个机会，当帮宝儿走。我知影这款代志袂当丢弃啦，若拄丢弃了，恁就看袂到李佳明的真面目啊！我这号做忍辱负重，我先上单嘛。有。对啦，其实哦，阮翁哦就有爱心啊，啊，只是有时阵哦较含慢，啊，有做一寡代志哦，互你误会，拜托啦，莫甲伊计较啦。啊，讲实在，啊，即届宝儿你啊，佮李夫人拢是阮发现的呢，而且阮佮赶伫个周小青的人进前哦，甲恁救出来哦。嘿呀，你拢唔知，迄周小青佮恁李佳明哦，三不五时哦用钱哦想阿婆，佮恶势力哦要甲威胁，阮拢无妥协。你知影啥喏？我们两个拢知，正义、正义这两个字哦，钱搁较侪拢买无。李大小姐，你们知影进前搞搞所在哦，搁咧丢丢起，伫轻松样，我甲相对大力。你进前搁搞讲分歧呢？迄款情形我教你，你嘛应该偷笑啊！哥哥，我咧甲你回信咧嘛。嘉永俊拄的话，啊虽然讲过去恁做真侪唔对的代志，啊不过即届真正是足感谢恁的，感谢恁安尼见义勇为。是啦，唔管怎讲，也是多谢恁，多谢。一定会遮客气啊！其实阮阿婆就是正义的化身啊！阿对，一定即摆伫议会啊，为民喉舌，主持正义所在，你有感觉真实好无？我看过去安尼啦，你伫我伫议会哦，安排一个酒，人我进前哦，伫咧蔡议长身躯边嘛做过迄办公室的主任啊，啊，即个我绝对认真拍拼，袂互你失望的啦。我个人是认为啦，参像你这种人才哦，爱长期的观察。啊，准讲你继续做好代志，我绝对来重用。姨丈啊，你妈呢啦？其实哦，阮翁阿婆拢有在干呢，而且阮嘛做认真咧做着好代志啊。啊，就参像即届啊，阮主持李佳明的婚礼，迄本来有红包倒摕哦，啊，不过哦，阮煞为着恁啊，迄得是李佳明，我看即摆红包应该是摕无啊啦。啊，都有啊，阮为着要安康李夫人，还佮有宝儿，我佮特别叫人去做迄纸衣服呢，迄开足侪钱的呢。啊，即摆红包摕袂着，佮要摕钱出来倒贴。这你放心嘛。你回家的钱哦，我就提给你啦。
李夫人，多谢你啊！啊，是讲你是不是可以当加给阮翁仔某一寡养老金啊？哎，对啦，哎，嘿，嘛，这因在聊着，以前因怎么叫别个李家明结婚，这边过两年落来，应该还没到。